刚刚讲哦，就是你输入一个数字，如果是它不能被一和自己以外的其他，就是以前的数字啊、哦。那所以呢，你第一个当然你要怎么跑一个回圈，这个回圈的话呢，当然我们用 for 回圈啊，所以我的写法哦，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我先建一个 result 变数，预设值等于零，零的话就是表示它没有办法被其预设值是它没有办法被其他数整除啊，如果被整除就变一了，表示说它已经被整除了，那我如果是一那就是不是质数，如果还是维持是零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它就是质数、哦、所以这边说我这个是我想出来的方法、哦、等于零。那接下来的话呢，请输入一个整数，有没有冒号、哦、前面讲过、哦、就是用那个 input 吧，有没有 input、哎、请输入一个整数，有没有，这就显示出来。那因为输入之后的东西一定是什么双引号嘛，文字嘛，对不对、哦、OK， 所以一定要记得什么转型，因为我发现蛮多同学都忘记这件事情哦、没有转型的话它不是数字啊，它文字就没有办法放那个 for 回圈里面哦。那接下来做什么呢，诶它除了一，所以一避开，所以写一个 for i in range 二开始，到哪一个呢，到它自己以前的那个数字，因为到它停下来了嘛， OK， 那、啊、它前面，所以范围就 OK 了，应该可以理解吧，这应该这是逻辑照着那个逻辑啊。接下来做什么，如果它能够有没有 我这个值有没有 prom 这个值 person i 这个值如果等于零，刚刚不是写过 person 能够整除的话，如果这个值能够被整除的话 OK 是这样写应该没问题吧、哦啊、另外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刚刚有同学问说那个空白要不要加，其实跟各位讲、哦、其实这边全部不空白没关系，但是一个地方一定要空白， if 一定要空白，其他地方、哦、不空白都没关系，空白可不可以，也可以 OK、哦、但是最好是你要有一致性，你不要有些地方这样写有些地方那样写 OK、哦、所以干脆这样、哦、除了 if 后面那边要空白之外其他都不要空白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哦、OK 好、啊、所以呢如果它能够被整除的话那做什么呢，把这个 result 改成一OK， 那其实再来就是什么，其实如果它已经是一的话就直接跳离了，不过因为这边的话我们没有让它跳离的话它会继续再往下找，不过如果更快一点的部分应该这边加一个什么，加一个 break， break 意思就只要在回圈里面看到 break 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它就不要往下走了，可能它也许输入一个 56 如果2的话那已经整除了嘛，那就直接 break 3到55就不会跑了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哦、break 的意思啊， while 里面也是一样也是 break 就跳离了啊。当然如果你不加其实好像也没有关系，不过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脑跑太快了，如果你的运算值很大的话那就会有差别、哦、啊，当然因为这个地方看不到差别，因为它相差可能只有百万分之一秒，根本没感觉了，所以你有没有写好像没什么差，但是比较精确应该要写 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做输出，所以如果 result 因为是1嘛，1的话是 true 的话呢那就是质数，不是质数，反之的话呢那就是质数 OK。 所以我把 result 放进、啊、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因为 result 已经等于1了、啊、我刚刚讲过1就是 true 哦，或者是你应该这样写，不过应该理论上当然如果一般是这样等于 true 这样写 OK， 等于 true 应该是这样大写才对。好，如果它等于 true 的时候、啊、这边也要写 true 了，不过已经是 true 了你这个地方其实就不用了，这等于有点多余，所以如果 result 的话那你就直接什么直接应该是等于1才对 OK， 因为这边放1了这样两边才会 match OK。 好，那因为它本身一就当 true 了，所以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写，我就写这样比较精简一点点，不过我怕有些同学看不太懂 OK、哦、但是呢这个地方、哦、好像似乎有一些可以让它更精简的，你想说老师这边已经是不是了，那为什么你不就直接怎么样直接干脆、哦、把什么呢把这边假如不要
那如果把这个什么，把这一行拿到这边来，有没有？直接怎么样？直接 print， 哎，直接 print 它就好了。如果整除啊，甚至这个也不用了吧，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这些东西都不用了，然后呢，直接怎么样？最后就，哎，最后再输出一下，好像会更精简，有没有？不过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写成这样，哎，哇，程式顿然变得比较精简了。但是会有个缺点哦，什么问题呢？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如果我输入的是53，我看会不会正确？哎，是质数，对。但是哦，会有个问题，什么呢？56，不是质数，还是是质数，到底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哦，他这边进来之后有没有？他会跑一2。2的话不是质数，啊，再来可能再下一个，哎，可能是多少？可能13哦，又不是，然后又整除了，所以它一直不断会输出不是质数，那怎么办呢？理论上应该更简单的写法，应该第二个版本啊，我讲的，其实你可以只要在什么，在这个地方让它怎么样结束掉就可以了，但是结束你像我刚刚我讲一个什么 break 是跳离回圈。如果你这边 break 的话，哈，会不会好一点？其实会好一点点，但是会好多少呢？好一点一点，就是它不会，它就是跳第一个就不会往下走了。但是问题，它还是会跑四指数。所以哈，最后要讲的，如果你会利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我这边可以有一个叙述，直接到这边就跳离，后面就不要做了。那不过我特别注意哦，那个方法可能要多 import 一个外部的一个，因为我们内部里面的那个函数哈，都没有办法直接跳离，必须要 import 一个模组，那个模组叫 OS 顾名思义啦，它就应该是什么 operation system 吧，反正就是档案啊，就是电脑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运作，像档案处理啦，或者是跳离一些程序的话，都会放在 OS 里面，所以如果你要跳离的话，你请你把这个原来 break 的地方改一下哦，改成什么 OS， 它里面有一个 function 哈，有一个函数的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底线叫 exit 这个哦 ，OS 点 exit， 然后 status 就是它要不要回传状态，如果不要的话就输入0。零的话就是不要回传任何状态 ，OK， 这样的话哈，其实就写完了。啊，刚我主要是把第一个是我原来想的，第二个是我把程式，因为当然写程式一定要看起来就觉得有些重复的地方看起来就不舒服，就要想要把它让它变得更简单一点点。后来我就改成这样的哦，但是会多需要学一个 import OS， 所以以后呢，假如 Python 里面内部已经有的方选没办法满足你的话，你就要用 import 外部的模组哦。好 ，OK。那有一些模组它已经帮你装到哪里呢 ？Python 里面，但有些没有的话，你可能要自己从网络上下载，或者从其他地方抓到之后放到 Python 的这个函数库里面哈。而我们会用一个 exist，OK， 试一下这样 O 不 OK 呢？执行一下，刚刚它会56，哎，它就不是质数。好，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会成功。56 ，Enter， 不是质数，它就怎么样？到这边之后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它就已经直接跳到最后了，不会再执行下面这一行了。哪怕底下还有很多程式要执行，它就不会执行了。OK 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试一下。我主要分两阶段啊，程式好像在讲义里面也有哈，所以请各位。这个99页是第一种写法，好，然后呢，在100页的话是精简的写法 ，OK 啊。不过如果你有其他写法啦，都不排斥哦，请各位试一下哈、哦。就是刚刚的这个写法的话，不过后来还是发现哈、哦，感觉还是用 OS 底线 edit 这个好像是最简单的，对哈、哦。不过你们可以再想想看有没有更简单的，哦。我讲过了哦，反正你想出来的就是最好的答案吧，哦，因为如果是你用
别人的城市哈，那当然还是会有框框在，所以哦，如果你一直是在别人的框框里面哦，你很难就是有自己的一些写法 ，OK， 所以最好是自己曾经想过，然后即便是做错也不用啊，也我想也是一种学习的历程，好像有些东西你看起来，我当然只有讲个大概不到一分钟就把它讲完了。但是背后我也试了很多，但是只是说那个试的过程没有办法在这边叙述而已。也许曾经做错过很多遍，不过呢，那个错误其实也是一种学习。你就要针对你错的地方哦，如何去把那个错误地方再加以改善。OK， 那你的功力哦会慢慢提高。你写 Python 也越写越愉快。OK 哦，所以慢慢会感觉到哇，写程式是一种愉快的经验。也是相当会有成就感的，因为你可以在工作上呢能够让你的一些工作效率提升啦齁、哦、,OK, 所以这一点的话请各位试一下，就是判断那个是否为直述的这个练习题齁、哦。